中线美丽的小女儿曝光啦。 Zendy 16号在线动分享了小妹 Olivia 为杂志拍摄的照片，并标注了账号，让她的 IG 首度曝光。Olivia 首次登上时尚杂志，照片中她画上晒伤妆，时而嘟嘴，时而露出酷酷的表情。不过据杂志报道，外表看起来高冷的她，私底下其实是超强的艺术家。最近一次的荒谬事件是用3秒胶把自己的两根手指粘住，最后只能用 OK 的手势度过一天。他在字界里写着，我是吴家最美老三，偶像是 BLACKPINK 的 Jennie 和爸爸，从小到大都是爸爸的撒娇鬼，常常抱起来就放不下。从杂志照里也可以看到他分享的童年照，模仿爸爸坐在马桶上看报纸，他也喊话希望爸爸能再陪他100年。之前宪哥就曾在节目中做出三个女儿的颜值排名，说老三是第一，老二是第二，这也让在一旁的 Sandy 哭笑不得。如今小女儿模样正式曝光，网友也惊呼果然是又美又有型，难怪宪哥会那样说啊。